老实惠啦。难道你忘了当过这呀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就知道你喜欢吃，这个性价比老高了。你们赶紧点进去左下角看一下，这一整箱才多少钱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一整箱的量有多少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一箱里面足足有22小包哟，我们拆一包来看一下。哇塞，超软和，和超市里面卖的一样，好吃还实惠，一打开就闻到满满的奶香味，超柔软哟，小馋猫都已经吃上了呀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看飞了这满满的一嘴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孩子已经开学了，像早上的话给孩子吃上一包两包，配上一杯牛奶，妥妥的早餐。我已经吃过了，老好吃了。嗯，超级的柔软，奶香味十足。来吧，这个华夫饼老少皆宜，很推荐，主要是特别的柔软，没有牙的老人也可以去吃呀。链接已经给大家挂在左下角了，你们赶紧点进去了左下角看一下，整整一大箱才多少钱。